来了，美女。过来了，你给我看我这个桌子吧。桌子咋是？咦，新的呀，这是个。都是新的呀，我还没带嘞。我看，吊牌都没去嘞。哦，咦，这是个新光光的新桌子。这俺婆子给我买的啊，她不是住院几个月才回来吗？啊，那桌子给。她都是看我伺候的，我正好我也没有桌子。哦。她看我手上光就是，她给我买个新桌子。咦，30多克。哦，这是。1万多嘞，她买的。那婆子给你买桌子。嗯，那30多克都得1万多，咱俩这个桌子咱俩过来看看，你叫您看看真假。真假？啊、哦，那婆子给你买桌子，你也不相信真假？我相信，但是俺妈跟俺弟都说是假的，我哪有去叫他们看？恁妈跟恁弟，恁娘家人是吧？啊、嗯，俺妈她看见这个桌子，她想给我要走。哦，她给你要走。然后我现在我不给她，她说这个桌子不真，俺弟也说不真。哦，恁弟也说不真。这一次我不给俺妈了，因为上一次俺婆子给我的桌子结婚买的3斤，他给我弄走一个，知道不知道？他给我要走了。那婆子要走了，那妈要走了。俺妈要走了，俺亲妈。那妈要走了，然后这俺婆子看我手上没东西，带给我买个桌子，回去俺妈又想要我这桌子，我不给他，他给俺弟都说是假的，我都过来鉴定鉴定。都是你心里没底儿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都是你照顾那婆子几个月，那婆子，为了感谢你，给你买个金桌子是吧？然后又被他妈给他弟看见了，他想要走，要你没给，然后俺弟没结婚嘞，他都本想给他弄点东西，我跟你说。咦，那不中啊！这你所以说要走一个都算了。其中一个我也想要，但是说他俩一说假的，我心里也没底了。30.57，出具表盘。也对，这个客户啊，都是恁妈一说假的，你想过来看看？哦，这不是恁婆子给你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确认也是。不假，我感觉俺婆子应该不会买假的。这桌子，这一个桌子10000多了，你别听他妈乱说。我叫吊牌去了，我也带上嘛。哦。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俺妈了，我跟你说。那是了，那妈咋说不应该？对呀、啊。这个东西你不能啥都给恁弟啊，是不是？啥都管要要，管都给我要不完。那是。我给俺那边我咋交代？你说是不是吧？那是了，是了，真的不假，你别听他妈乱说。中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嗯，好。